种土凤菜、土素蕊、跑凤茄、甜甜的杂菌，台湾嘅南埔、老东南埔，推动人在海人变中心，加几间提醒组日积开实。虽然推动立下系日前日前嘅凤甲水，冇出现重大嘅灾情，不过也因为自己嘅心地，就到超市嘅青菜果子，就系介来自己本民众强强强负五差部分。那我哋传统市场嘅部分，虽然人就变少，不过杂菜类嘅价市系有略略嘅起价。都唔掉一千千嘅台风，台球线出入团，路顺一条太水弯下来，当到海南嘅茶托，公路营业都冇下呢个机台机。风采来业，台东出现一阵一阵的台风雨，最近政府宣布增收上百上克。不过平常人潮当多的传统市场，卖菜民众老摆摊的翻热受到一度，要卖菜民众讲，遇到的抢菜变贵的。那个连锁超市都遇到的饭店加蛋糕的抢菜果子，几轮也掉，还有泡面都出现被民众买抢吃，付唔出补货的情形。够卡贵。看菜啦，不一定啦。有的哈、长得很离谱啊，有的。还好啦，安子有变少吗？有啊，变少了。变成比较少嘛、平常礼拜三应该会很多、啊。因正去上课安说，下昼时条泡凤田接触过后，台东26到27、24点钟累计的雨量，我达到250到400毫米，足见河台已带来灾情。因政府也加强监控，印度的大家主要的河坝，尤其是八八风灾的时节，是因为河坝水泡足、奔波，制造损伤的泥沙网体的资本海。台风还没来之前，是整个河面是干的。那显然是在集水区上面已经有部分的雨量。那我们跟乡长会持续关注的。同样，政府也强调会持续来注意风灾的变化，希望达到标准，做好停电的监督，还没有停止上班上课。下个新闻，陈明，同步台。